请问自性本净为何会产生妄想分别执着啊，是众生无始劫来的业障习气而感召吗？这个问题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富农那问过，在楞严经第四卷，你就看看他问的跟你一样，你看世尊怎么表达的啊，经文很长啊，不是两个小时能讲得完的，你先去看，看不懂呢看注解啊，注解比较浅一点的云音法师的楞严经讲义啊，你可以先看他的，然后你就看古注啊，你就能把这个事情解决了。